被吸引，安定在你周围旋转。爱太深奥，像种致命感，一颗心就好像打开了瓶盖。一四一三，一四一三，我做你的土星环，爱的势力范围，只有心波不停旋转，来世来生也不分开，做你的靠山，因为你的微笑是我心跳的主宰。你是不是在想什么？好像有烦恼的事。我在想啊，这个 L 计划应该可以再完善一点。要是可以在启立或一莲身上装窃听器，或是隐藏摄影机的话，那就好了。不然他们两个独处，我都不知道现在到底进行到哪了。他们是不是还是很惊啊？还是已经重燃爱火了？小姐，私自监视别人是犯法的。你也担心太多了吧？只顾着帮别人，都没想到自己啊！我？有人在监视我吗？不是啊，我是说，怎么讲？你有没有喜欢的男生啊？喜欢男生？我当然喜欢男生啊！我看起来像喜欢女生吗？是了，不是啦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你喜欢的男生有没有什么类型啊？比如说个性啊、外表啊、身高体重啊、学历方面啊、家里状况、收入情形啊？你怎么讲的？好像是应征工作的履历表啊？啊？太复杂了啦！我不知道，我不想想那么多。那你有没有考虑过？以结婚前提交往，结婚？我都还没有谈过恋爱，哎，怎么可以就这样直接踏进爱情的坟墓啊？那么，如果假设，我是说，我们想象一下，如果你今天有个想要谈恋爱的对象，你希望有什么条件啊？想象一下哦。好像蛮好玩的。我希望他可以听我的话，是，还要可以保护我，像超人一样，会在必要的时候出来救我。对，这个很重要。还有，要很善良，而且坚持己见。虽然常常会被误会，会被不谅解，可是他也没关系。都了解。还有，我最希望他可以主动一点，不要让我猜半天，猜到白头发都长出来。没错，所以女孩子一定要主动，畏畏缩缩的，像什么男子汉。所以我想要。在淡水老街这边，啊？你们逛完了？哦，狗狗呢？狗狗呢？后来你们想要养哪一只？我们决定还是不养了，因为没有时间照顾。对啊，我整天都待在东华村，我陪小花隔的时间都比陪狗还长。哦，是你们一起决定的吗？玉兰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先不要养吧，免得没有时间照顾，
又造成遗憾。我了解了。那你今天开心吗？当然啊，开心啊。那你们呢？当然啊，重点是只要你们开心，我们就更开心了。那之后我们再出来玩，我们四个。好啊。看看吧，东华村假日也有开，所以那就没关系啦。我跟我哥说一声就好了，反正他平常也不是很认真在开店，如果不让你偶尔出来玩一下，这样不是太不公平吗？不会啦，小华哥是老板，我只是这样就是很不公平嘛。还是你其实不想跟我们一起出来玩啊？玉兰，下雨了，赶快走吧。而且淋太久会被开罚单的。哦。啊，没关系啊，你坐前面。进展啊？有什么在车上都不说话嘞？哎，我在跟你，我在跟你讲话哎。你下次可不可以不要再帮我安排这种事？我的感情是我的事，不需要别人来插手。你生气哦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这样会把大家搞得很尴尬。对不起嘛，我只是想帮你跟忆莲复合啊，我又没有别的意思。你这么刻意，你知不知道会让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？事实上，我跟忆莲之间不是像你这样的第三者可以了解的。第三者？过去空白的十年已经替我决定太多事情，我已经不强求，而你，你更不应该替我去强要那些不属于我的东西啊！你这样子想太悲观了啦，感情这种事情本来就是你情我愿的啊，喜欢的话就在一起，不喜欢的话就不要在一起嘛。明明那么简单的事情，你把它想那么多，你这样子哦，一步都跨不出去啊。是吗？你很懂爱情吗？那你自己的爱情是怎么处理的？我连对象都没有哎。唐一清呢？他那一张嘴哦，就说不出好话了啊，脾气也不好啦。你说这些我都知道。那你知道他心里只有你吗？人真的好矛盾哦。我们到底该不该跨出那一步呢？那你觉得玉兰？玉兰怎么样？玉兰啊，他就不是想让我赶快交女朋友，赶快跟忆莲在一起吗？那是他在乎你。你一定要这样子吗？好啦，那我到底要怎么做，你才不会生我的气？我想我可以给你一个答案。何玉伟真正的女朋友是我。平安丽。
一定要信任。苦逼！哎呀！你是有病！你是有病！我不认识你啊！我看你这个就难过，我想要中啊，是我啊！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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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酒渣？你给不了安利所需要的爱，你只会用你自私的方式去爱他，而你爱安利的心，连你的自尊心都不如。身为连安利妈级的我，没有办法晋级成为她的男朋友，我就把保护安利的棒子全都交给你。你转身后的世界每天都一样，你身边那个笑容掩不住飞扬，像我们都喜欢的电影结局里落寞的星光，只剩我独自欣赏。是我还放不下，放不下那些年那些梦那些疯狂，是我还放不下你许给我的天。您现在收看的是 TTV。